你干啥呀？没干啥呀。没干啥，你那是干啥呢？妈呀，我干啥了？你干啥呀？不是，你干啥呀？你刚才干啥了？不是你，我就这么干啥呀？你至于这么干啥吗？至于怎么干啥呀？你是这个干啥？你上人那嘎干啥去？干啥呀？就我干不干啥？你不至于这么干啥呀？你想干啥呀？不是你想干啥呀？你想干啥？你想把我干啥？我想把你干啥？就你这样事儿的，我能把你干啥？我告诉你啊，就你想把我干啥，我还不干啥呢？就你长那么干啥，我能把你干啥呀？你瞧你长得干啥样？就我长得这么干哈，我能把他干哈吗？不是，咱就说至于这么干哈不？至于不？至于怎么干哈呀？你不是干？你俩干哈呢？你问他干哈呢？你干哈呢？没干哈呀？没干哈？你看那这，我看你俩干哈呢？这不干哈了？这么干哈一下子吗？我就干哈了。完之后他就跟我干哈了。他一干啥，你说我能不干啥吗？你哪干啥了？你不是你自个儿是那个干啥，你上人这个里来干啥来了？那我干啥呀？那你干啥呀？干啥呀？我自个儿的，我愿意干啥干啥。那是我干啥？你咋这么干？哎，你干啥来了？对，我干啥来了？你该干啥干啥去。对，我那干啥？我干啥去？对。说吧，你想干啥？其实吧，就没干啥点事儿，不至于这么干啥。平时都挺干啥的，你说这是干啥呀？这是。我也没打算要干啥，关键就是干啥完了之后，是不是得先干啥呀？那行，我完了你就先这么干啥，那搁谁不能干啥呀？那我。干啥行不？那你早干啥不就啥事儿都不干啥了吗？是啊，你咱俩早这么干啥不就不干啥了吗？对不对？你没必要干啥点事儿，整这么干啥，让人大伙儿看着多干啥呀？早要这么干啥的话，何必干啥呢？嗯，不干啥就干啥去。你先干啥去吧，一会儿我再干啥去。那我先干啥去了啊？你说这点事儿，整天大伙儿，你看，哎，你不干啥了？你们干啥呢？